爹，您此言当真？进来，玉瑶，玉瑶，啊，真的是人靠衣装啊！哼，这么看来。 倒是有十成十的相似了，像，这是太像了。这天下就有这等奇事？大叔，你能不能别像看牲口似的看着我呀？他可不是什么大叔，他是你爹。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这里的大小姐。 同时，也是我当朝相国的孙女刘玉瑶。啊，爹，可他这一说话，就完全不像了呀。无妨。老爷，嗯，大小姐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好啊！大小姐千金之躯。 不可以向下人行礼。放开！下手也太狠。这个弄影，以后就是你的贴身丫鬟。哦。弄影，帮你的主子，好好适应一下新身份。是。